辆吗？十九号就做，给我研究过了，没有那么容易啊，没有口齿，看到吗？时间过有，他之前是很惨的，像我搞出来了，他那个公司是新的，新不新不是你讲，你看，给我测啊，啊，全部是新的，全部新新的，课也是很新，我们不可以跟他问公司，你想办法研究到试试一个了，公司每天石板可以做到活板，我们有用啊，做工的你不用怕，我们社会首要的公司。每个人就满意了 ，OK。时间到就要做，快不冷也要快快做了，不要有出原因。这种啊，最基本的车啊，有时很难挑战。我挑战过关，我爽，看啊，摸一下，这个没有喷水的哈、哦，擦这边 ，OK， 满意啊。他会花压力，我要跟他设一点啊。可是他讲，车主讲。花了很多钱，两三年又会有问题，问题出现是做工的问题，刷压力又不免，不够批准 ，OK， 这个不是尬怕你讲话，我研究两天啊，口口空啊，他全部是新的，我忘不下去啊，我跟他想一个办法，跟他加尬他一点。